国语有声善书。盛唐善书达摩指玄宝录主注仙佛为达摩祖师与诸天神圣。第四参神光大法会度音译立扬。达摩祖师本公关主席同将诗曰：法会开来大众忙，忙中又觉一清凉，凉风吹散心头郁，郁气消时夜里光。圣的宝公于2月13日起举办神光祈福拔剑法会3天，法会以神光为名，莫非达摩度神光，里面奥妙藏。哈哈，法会取名神光，亦乃借神佛之光以照破众生之黑暗面，使之两面俱光，内外同明，而得阴阳两立，生亡同度。故参加法会，生者必怀以至诚之心，亡者须充满忏悔之念，一旦进入会场，阴阳交感，即生出神光了。或居外地者以通信报名，虽路途遥远，未可亲自参加，但若心怀至诚，报名参加盛会，心神亲近圣佛，定能感应生光，故曰神光。圣的奉义命举行神光祈福拔剑法会3天，诸生为了3天法会已忙了数个月，有的抄写祈安拔度书文，有的布置法会会场，有为准备往生前，有为准备火食事宜，忙得头昏脑胀，到底为谁忙？哈哈，原来是众生度众生，虽言度他，自己也需上船。传安生亡两利，传波动生亡两不利，诸生为别人祈安超度，说来还是为自己祈安超度。以法会前坛场布置而言，因逢雨天，地上泥泞，如不能铺平，人既难以行走，亡者更是颠倒难立。务此，诸生学道先寻安身立命之处吧。身不能安，命无以保，坛道成空，则无以再道。如何安身呢？安身之前先把心安了，诸在学佛修道入于圣门，日夜之中此心能安吗？有安者，有不安者。身不能安，妇孺皆知跑医院，心不安，谁知道去寻找天医神佛呢？心单一力才能治心病，有心病的人太多了，可惜还没有心病科医院。达摩是心病医师，有心法可以治之。如何治疗呢？我的处方是用太空药粉制的圆形心印丸，不用口服，但用心服，佛丹一粒即够。一服心病利愈，马上可以出院。有心病的人此心坏了，如不回心转意，恐怕要让你的家人伤心极了。阎罗王是谷物商，专门收买烂铜废铁的坏心。愿众生亦有心病诉求达摩为你医治。我是远来的和尚，心医比较会念经，心经也可以治心病。如果心病者不诉求医，让良心日残恶化为坏心，一旦老坏便不值钱。老板谷物商手段狠，杀价力，各位虽有铜心铁肠，继承废铁一堆，只好打入地狱炼钢炉内融化，重新做人。安身之道先由安心做起，众生既已明了此理，接下来该如何立命呢？俗语云，生命可贵，所以世人无不爱惜生命，可是偏寻死路。这如何说呢？生命如花苗，栽植花园中，需小心翼翼照顾，不可有烈日及强风暴雨侵袭，才能保身长命。世人每日忙碌不堪，俗人为名利酒色忙碌，圣者为半道忙碌，一旦累倒了，一命呜呼哀哉，不忙了。所以世人不论在圣凡两道上，一定要平行中道，不要过于不及。但愿诸生付出真心，不慌不忙，而且身忙心不乱，才不会酿成病来。神光法会才叫阴阳两立啊。达摩祖师说的是，来公诸生有的为了办理法会，累得倒了下来，凡此皆为过度，应有适当休息，才不致忙坏了。感谢祖师关怀。不客气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我留一计，诸生共餐，法会忙，心勿乱，心乱成白忙，修真道，赶一场，赶场勿累倒，安身啊，好立命，性命须自保，度阴灵，且自救，神见业障轻。小编整理末法书籍一，一贯天道，求道者天堂挂号，地府抽钉，求道人的祖先可从地狱离开去藏藏古佛处修行，求道后虔诚修道者可以回天考验而正果，若没通过者可至少到济公活佛净土修行。
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仍杀生造恶者，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，求道后有一位护法神庇佑，亲口后则有两位入鸾道五庙明正堂、拱恒堂、虚元堂也相同类似树立。二、消业障解因果，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愿忏班之外，还有义赤拱恒堂与五庙明正堂之树立。拱恒堂之法会荣誉总功德主准与消七世因果公案，或者消除业障，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，并延寿120天。拱恒堂圣书现世报律例，五庙明正堂圣书孝劳注印签本，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。三、积累功德，除了三布施与真诚来做无为法行善之外，注印拱恒堂圣书末节收元上礼天一本次记五功，注印南平山游记累至20德，准与转为阴德，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同等放生功德计算。四、超拔与生前住籍灵修院，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。五庙明正堂，无极老母从无极天降下的灵修院，无极正道院，正道者可永脱轮回。义赤拱恒堂，由昊天关皇赐下之昊天子寿灵修院，可证弥勒净土内院，超越生死。不管是什么信仰，皆可以生前住籍或超拔。信仰一贯天道者，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紫阳关考验，考验通过可证果，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狱审判。若此时您有生前住籍灵修院，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，免于打回地府地狱，有个地方再度修行，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。望大家把握机会，皆望大家都可正果回天。五、发愿往生弥勒净土，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，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，愿意往生弥勒净土，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。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，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，建议您可以向义赤拱恒堂询问，他们可以免费住籍往生弥勒净土，住籍后每天定要念至少10声南无弥勒尊佛后回向愿往生净土。
各位善信大德您好，由于天时紧急，应赶紧行善度众，以弃天心。目前南天直辖武庙明正堂正在募款兴建凌霄宝殿，期望众人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相关资讯可至南天直辖武庙明正堂网站详阅。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，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。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，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。